你把你推文的内容念出来。推你啦！我自己机车骑65年，完全不支持戴德大富翁。他们用那种决心派的煽动手段来讨论交通管制问题，根本很恶心。而且你仔细去看，他们是不是针对某些颜色执政的县市，是不是比较少去抗议？呵呵。虎尾科大情侣车祸往机车左切块，你把你推文的内容念出来。所以啦，一堆害死人的路权仔。那当然是每个局处的处罚，基于这种行政伦理，哪怕你们做就做，我就接受，不可以把国家的基层公务员叫到议会来，那叫他自己要读他写的那个 po 文，那在那里极尽善笑羞辱，这个我非常生气。国家公务员，你知道，他们是国家公务员，他不是你议员作秀的工具，我跟你讲。上班时间发了1528则。里面的内容除了违反公务员行政中立，还有帮柯文哲拉票之外，还做市府政治打手，这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篇跟机车有关的文章哦。来，这科长今天有来，对不对？我今天让你发挥你的言论自由，你把你推文的内容念出来。推你啦！我自己机车骑65年，完全不支持戴德大富翁。他们用那种决心派的煽动手段来讨论交通管制问题，根本很恶心。而且你仔细去看，他们是不是针对某些颜色执政的县市，是不是比较少去抗议？呵呵。来，交通局的长官，机车路权团体是不是我们交通局业务合作的对象？是不是我们有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咨询他们的民间团体，对不对？我们有跟他们说每个月有开会，每个月有开会。结果你的科长在网络上说他们是根本很恶心，匿名的，在网络上上班时间说他们根本是很恶心。来，下一张。来，科长，你的言论自由。虎尾科大情侣车祸往机车左切块，你把你推文的内容念出来。对啦，一堆害死人的路权仔。你们交通局的业务咨询的对象被你们科长在网络上面说他们是一堆害死人的路权仔。上回先聊一下，因为苗博雅昨天叫交通局的科长重念当初贴文，被说是公开处理现场，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哦，我还是做一个声明了哦。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哦，所以在民主自由的原则之下，依法论法。公务员是国家的公务员嘛哦。他的薪水来自人民的纳税钱，不可以迟到早退啦，吼，不可以说什么贪渎啦，吼，不可以违反行政中立法，没有错，他们应该遵守很多规则。上班时间哦，去上网啦、留言，对不对？当然是不对 ，OK。所以对于很多公务人员哦，既然被抓到了，我们也惩处。其实我跟你讲哦，那个每个局处的惩处，他们都是独立行使。其实我事先我也不知道。有的被调职，哦，有的被记什么申诫，年终奖金也没有的。那当然是每个局处的处罚，哦，基于这种行政伦理，哪怕你们做就做，我也就接受。那事实上，我今天也交代秘书长，你知道吗？还特别是这样，台北市政府员工哦，使用资通讯装置应注意事项，应该透过 email 给全属的员工都发送消息的。哦，我是不赞成的哈。哦啊，出了个小事，就把这个我们台北市政府的电脑全部跟外网全部断绝，哦，不准看 FB， 不准上 YouTube， 什么都不准，我也不赞成啊。那我也认为说，绝大多数的公务员哦，奉公守法，他们应该在比例原则之下，他们做他们该做的事，不可以说哦，因为台北市政府有员工上班时间去上的 PDD， 就说他是有组织的，后面有人指使是网军，这个我不同意。在网络上有消什么假消息啦、假新闻啦、恶意攻击，那就拿出来嘛，哦，依法论法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我跟你讲哦，我昨天是不晓得，我到晚上回家看新闻，坦白讲，我非常生气，不可以把国家的基层公务员叫到议会来，那叫他自己要读他写的那个 po 文，那在那里极尽善笑羞辱，这个我非常生气。国家公务员，你知道，他们是国家公务员，他不是你议员作秀的工具。我跟你讲，这违反比例原则啊！我讲，这我现在是，我今天作为长官，你知道，如果不能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员工，我不配做他们的长官。